一个敌人警告，信号区正在移动，护甲充能，在这里发现召回器，我的绝招已就绪，我需要治疗一下，一会儿就好。这护甲充能可真够慢的，不能快点吗？没有人能躲过我的追踪，场面越来越混乱。装填子弹，我上了。这一枪我会记住的。快逃吧，猎物们，猎人来了。淘汰了一个敌人，我上了。超能可真够慢。新的猎物出现了，护甲充能。我敌人实在是太慢了。投掷烈焰手雷。却还活着。空投池里有轻型子弹，再给护甲充能。打了，解决掉敌人了。疼痛的枪伤让我感觉还活着。燃烧吧，小火苗。正在使用高能治疗器。我的绝招已就绪，换弹。让我看看猎物的踪迹，你们在哪儿？我的猎物，疼痛的枪伤让我感觉还活着。淘汰了一个敌人。淘汰了一个敌人，再给护甲充能。遥遥领先，再给护甲充能。竟然敢射伤我，有趣，这甜美的味道真让人陶醉。我得承认，这场战斗让我越来越兴奋了。快逃吧，猎物们，猎人来了。已经发车，下一站我在换弹物流库。快从地上爬起来，我还需要你当子弹。
上爬起来，我还需要你当子弹。有个靠谱的伙伴真是谢天谢。我需要治疗一下，一会儿就好。再。害了一个敌人，有新的战况，正在运送支援舱。掩护我，我要治疗一下。疼痛的枪伤让我感觉还活着。我的能量子弹用光了，淘汰了一个敌人。掩护我，让我为你结束这一切。再给护甲充能，疼痛的枪伤让我感觉还活着。有新的敌人，看来要没有人能躲过我的追踪。